要再跟那那个答呢。孙中山六个慢你睇，唔識噶。Wilson 喺個袋度攞只核彈嚟睇啊！哇，咁佢識噶，攞唔到翻屋企啊，綠仔。哇 ，Wilson 兩隻人唔掂啊嘛，一食飯喎。嚇？兩點啊，食飯。兩點啊。第一點幾翻去啊嘛，要坐幾個鐘頭車有分啊。係啊。白色的了你看看这些蛋白色的蛋可以滲些鹽但是帶不到給綠仔吃的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先拍出面先乾淨等等啊依依因為肚餓啊兩點幾才吃飯哇你看阿姨媽又吃阿姨媽又肚餓了慘啊今天這麼好啊